看看新闻网。近日，郭富城来到上海参加赛车比赛，他当天驾驶的是一辆黑色赛车，与车主人一样酷劲十足。可惜的是，比赛当天天公不作美，导致路面湿滑，也让郭富城在第一个弯道处就遭遇碰撞。今天早上的碰撞是因为下雨拍不到，因为比赛嘛，有些时候你以为对手会看到你，但是因为大家很专注，所以可能在第一个弯道，其实也非常危险，因为在第一个弯道是最多车挤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意外可能对我来说也有责任吧。然后我以为第一，在我左手边的车子会看到我，然后风的那个线它可能转不到弯，但是它就是因为比赛嘛，大家都希望可以争夺最好的位置，所以就发生碰撞。好在这样的小插曲并没有影响郭天王的稳定发挥，比赛最后郭富城仍然以非专业组第一名的好成绩完美收官。娱乐新天地吴晨综合报道。